秀国民小学96年度庆祝儿童节活动。活动开始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儿童节，也是我们表扬模范儿童的大日子。看到舞台上布置的糖果屋，真是美味可口又好吃啊。别再胡思乱想了，当心吃坏肚子哦。谢谢您的提醒，我知道的啦。今天为了让我们有个难忘的节日，学校特别安排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哦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学校的幼稚园小朋友虽然年纪小，可是他们的舞蹈跳得真是棒哎。嗯，听说他们的音乐细胞也很棒哦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幼稚园的小朋友已经等很久了。对啊，如果不赶快开始，等一下从可爱的小白兔变成大恶狼该怎么办呢？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个节目，由幼稚园表演的跳跃的小白兔。